两个和尚锵锵锵，欢迎严真法师和印龙法师。哎呦，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我其实经常觉得它离我们很远，但呢现实情况又发现它有时候离我们很近，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好的现象发生，你会觉得说它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但其实我很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群人相信了这样的事情。就关于邪教，两位对于邪教理解怎么样？邪教呀和正信的宗教，就是虽然说这个世界慢慢的向前发展，目前留给我们的这些正信宗教也很多，是吧？那么正信的宗教几大特征，你看，宣传和平，是包容、理解、互助、文明友好、分享，就是说有益于身心健康，并且呢，就是说规范这些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为这个社会啊去贡献那种文安广明的力量。有人问了几个问题，就邪教离我们远吗？有些网友就说呀，很近啊。那么这些邪教是怎么产生的？它的特征是什么？你看第一，它是依附于宗教，这是肯定的了。就是没有依附，他没有东西，他不依附于宗教，没有人信仰，冒充啊，就是依附于宗教，还有一个断章取义，断章取义，那个就是你看各大宗教的一些就是说片段，名相名词都被用来，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只要顺手就全都用来了，顺手就是断章取义啊，这个第二呢，就是说宣传极端，宣传极端，就是说拿佛教来说吧，就是说有些人宣传世界末日呀，在宣传快速往生呀，宣传这个逃离世界呀，宣传这个世界是如何危害呀，邪教的这种主旨呀，就是自我神化、自我造神、快速成神，就是拼命的把自己贴上一些神话，要么说自己是哪个神灵转世，哪个菩萨转世，甚至是连转世也不要了，就是我就是哪个菩萨还有就是篡改一些，就是说为了更贴近自己和菩萨的这个缘分，就是说造成误导大众，怎么办呢？得连自己的这个出生日期都要改成就是这和这些佛教传统节日当中某些菩萨的这些纪念日相通，就是说让大家相信啊。那么这种自我神化、快速成圣，这是一个著名的特征。那么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目的就是敛财，敛财啊，就是说不管多少借口，不管多少伪装卸去，你会发现最终的目标呀，就是敛财。对，有些教主呀，有些就是自封的教主，就是说用过的杯子呀，用过的物品呀，就剩没了，剩没了，传递什么信息呀，那么就可以高价高价高价就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些事情呢？因为其实我看着这些我就觉得特别扯，然后怎么会有人相信？你觉得就是能被邪教蛊惑的这种人是不是本身也有点问题？我举个例子，我是在公司的时候做禅，做禅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就说我们修行啊，去掉妄想，去贪嗔痴，去执着吧，其实就是去妄想，说的简单一点。但我突然发现呢，这个坐下来这个
就是念头横生啊，你禁不止呀。嗯，就是说你这个人呐、啊，就是有一句话说，不是闲人他闲不得，就是你让他闲下来，肯定闲不下来。就是说他的思想肯定要有一个小，有一个抓控点。那他抓控什么呢？这个社会上，这个就是你们我们叫修行是专门干嘛呢？就是修正咱们这个思想。那你回到社会上，就好多人呢、啊，他就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说能够抓控自己的思想，能够反省自己，能够明辨是非，知道对错，啊，这个有部分人还是做不到的。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要多接触一些个有阳光的。这个正直正见的这样的这个有修为的这么这个有德行的人，多接触这样的人，这个邪教的这个共性，估计也就是跟魔一样，嗯，叫贪欲。贪欲，哎，它的最大特点是贪欲。贪欲展现在哪儿呢？刚才严大老师您说了一个财，这根本东西。嗯，那么说一千道一万，最后忽悠你的就是财呀。啊，让你财散人失啊，对吧？家破人亡啊，这种肯定不用说，一定是邪教。他不管是披了什么样的外衣，披了什么样的这种包装，那这些根本，他就是为了这个欲望。这种欲就是什么呢？第一财，第二是色，啊，那种骗财又骗色的，那铁定是邪教。嗯，你看，就说目前的这邪教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第一当然是冲击人文道德，嗯，就是说你看这些邪教造成的这种家破人亡，嗯，社会悲剧，嗯，那么这些社会的家庭悲剧，它直接冲击了社会的稳定祥和。那么第二个呢，影响这个青少年的正确的价值观的形成，嗯，就是有些人会，有些青少年会无意当中。会就是说步入这种圈套也好，步入歧途也好啊，就是这真的是防不胜防。这影响一个社会青少年啊，要出了问题，那么这个社会是大问题。那么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咱们这种疯狂敛财会引起一些社会的一些就是说欺诈啊，法治世界。社会一些极端的一些不稳定，嗯，那么甚至呢会产生一些局部的啊，或者说是大面积的一些就是说信仰危机，或者说动乱不堪。就是这个邪教的危害啊，它这个蛊惑成员，控制成员。那么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邪教只是一部分，其实是实际来说大范围。邪教呀还是很多，还有一个重大的危害就是，它不光是干扰正常的宗教活动场所啊，正常的宗教活动，它还要误导大众，困惑大众，就干扰大家对这个宗教的认识。就我们说生活当中生老病死呀，嗯，生活当中悲痛不幸，曲折坎坷，特别是一些重大疾病。都会降临啊，那么人们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那么怎么能找到一个就是说更好的状态？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有病就治，快治，是吧？还要尊重自然，就是这是一种规律，不必要去寻找一种捷径，我信仰什么我就是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登上了一个邪教的一个圈套。就这个邪教怎么能这样子腐蚀人的思想，你懂吗？就是这些人，就是被邪教蛊惑的这群人，就完全的相信他，然后甚至因为这个事情去伤害自己的生命啊，什么其他的。或者家人哈。对，我就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个事情是怎么样让他们就是已经失去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价值观，然后已经失去了自己本身的这个意识的判断。他这个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啊，人类的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不断的文明的历史。嗯，那你回到原始时候更加愚昧，对不对？对，是不是？他一旦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而且这个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万，无边无厌。这种各种不一样的思想，各种不一样的这个思维啊，太多了。
就不可能所有人都像东东一样这么样的有觉悟啊，对不对？也不可能都像所有人像严太范咱们就出家了，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有一个正确思维，还有很多万千众生啊，就是还很苦恼，所以他们那个思想呢，他们是没有定的。所以这个我在高明寺的时候，德林老和尚我的恩师啊，他说一句话我记住了，是他说什么呢？有三种定，诸佛菩萨、一切世间圣贤，那是正定；诸魔外道邪教，那是邪定；还有一种定是叫不定。不定，为什么叫不定呢？众生就是不定的。嗯，忽左忽右。像咱们今天的节目就非常好，嗯，就给这些不定的众生们一个提醒，我跟你说，然后给大家一个科普。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责任。嗯，那么我们说捍卫文明，继承文化。对，那么造福大众，福祉社会，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创造和向往，对幸福生活的一种保卫和坚定，能不能就是这个时代的责任维护文明，就是所以说这个珍爱生活，拒绝邪教，对，珍爱生命非常非常重要，对，珍爱生命和生活，拒绝邪教。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两个偶像锵锵锵，我们下期再会。是不是真的人人都可以成佛呢？看起来好宽泛，嗯，但是呢，确确实实是一个特别勇敢问的问题，嗯，其实人人都可以成佛，嗯啊，你不必要去被这些生活的困惑所困扰，嗯，因为人人都有真如佛性啊，所以说这个不增不减，不动不摇啊，就在那里。请问灵魂与肉体脱离的时候会很痛苦吗？灵魂与肉体脱离的时候，咱就姑且叫灵魂吧。这个脱离的时候，那古时候禅师对这个生死啊，就是做了一个阐释。是，就刚才说的灵魂出窍，有的是死了灵魂必须得离开了，有的是打坐的时候它会出窍，打坐时出窍，这个好像貌似痛苦度不大，就是这死的时候，禅师做了个比喻，生如活牛剥皮啊，死如乌龟脱壳。乌龟脱壳多痛苦啊，很痛苦，但是不是都这样呢？不一定。如果这个人业轻障浅，那可能很安详的就走了，嗯，那如果业障重，那可能就受折磨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不一定。师傅教了一个，教了一个那个第五个。